没能命中，自己抢到篮板。面对周瑞，王志平三分机会 ，3 point， 三分球。马布里他的分球真的很快，他们就是真的能带着你去打这个比赛。很多机会球出来，他也不会选择自己攻，他会选择给队友创造机会。哎，换！ J Team 请求换人，换下王哲平，换上李志锦。峰哥给他内线的一击，哦，郭宏毅想要隔扣。马布里，峰哥的篮板机会。周瑞有三分，有突破，有助攻，还有篮板球，一个全能的战士。很可惜，领队时间到。啊，领队时间到了，这就到了。来，我们再把掌声送给李易峰，好吗？好球，峰哥！好球，峰哥！太拼命了，一顿跑啊！他一顿防着，他一顿防守，使劲老使劲跑了。我就这么点。你不膝盖疼吗？对啊，哇哦！对，这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我也疼，要上场就不疼了。我上去的时候，他跑，他们一直贴在我，贴着我，就把我防得很严。我就出手了一次，我是我们队里面一分没有拿最差的一个球员。马布里，不要李志锦，防不住他。走内线，造成犯规，犯规，不行。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达到上限。换人，他下来歇会儿，他这个位他太。他你跟他对不上，一会儿就等他上前锋的时候你上啊，你歇会儿。哎，没办法，就是优秀。周瑞面对马布里，给到张宁，面对李志锦，滞空的一个跳投，哇，李慕豪的高度啊！李志锦，来来来来，冷静冷静冷静。J Team 的发球时间，好，张宁，张宁，来，李志颖，你们两个过来，握个手。OK 啊，没问题，来来来，回到赛场上。我觉得篮球在篮球场上，其实这些是能理解的吧？大家其实都想赢比赛，所以大家都对对方在场上是有敌意的，所以大家。有这种激烈的一些冲突，我觉得也是正常的。换人 ，J Team， 三分还是没能找到手感，朱明镇三分不中，李慕豪抢到篮板，给到马布里，协防，在协防位置。
马布里给到李志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抽到手了，抽到手。他手刚就成。来，我们其他球员先让开，回到自己的阵营席。其他球员，肿了，他肿了，肿了，肿了。来，我们场上观众给李梦豪点掌声，好吧？我看到他的肿胀程度来说，我已经知道他不行了，他肯定是打不了，已经。就肿的已经是只能这样，都没办法弯了。看到我们这个篮板王李梦豪受伤，我们第四节怎么办？我们这边的 JTeam 的队员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到来都感到非常期望，也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在场上。自己在场上受伤了，后面的比赛也不能打，我也感到心里非常难受。JTeam 的两位领队，你们是否要换一个魔王队的球员上场？对。有了，有人选的，来，小叶子啊，所以是换上叶文浩。对，我自己真的很想上场，我觉得我可以防也可以攻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状态好，我觉得我可以打更长时间，就是去做这个主攻点。好了，来吧，我们马上开始比赛。加加加！来来来，我们全场观众，我喊 J Team， 你们喊防守。J Team。G Tea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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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 Team。好的，抢到篮板，叶文浩空位，一个踩线的长两分，好球，方明啊，杨浩哲，好球。马布里给到叶文浩 ，in out 之后进来，造成犯规，险些二加一。把张宁换了，换人，可以。张宁休息一下吧，也怕他们受伤了。Yes， 一发命中。两罚全中，给到唐日辉，打他打他，注意三秒，内线朱明镇被冒掉，马布里给了叶文浩，上中两分，叶文浩，叶文浩他打得很有 power， 很有侵略性，每一个进攻都有很有套路性，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。叶文浩的表现，我真的确实挺惊讶的。喜欢，我喜欢他的默契。哎，防守啊！哎，过他，过他，过他！朱明镇，传出去，传出去，传出去！三秒钟的时间，最后四秒钟 ，three two one， Mavery， 好球，好球！差一点点，那上半场结束，龙骑士以62-48领先 J Team 14分。有请我们的双方球员以及领队回到更衣室，稍事片刻，马上迎来下半场的比赛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然后让他们热身一下，然后我们 OK， 14分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训练师打电话给我温哥华的附近的人，然后我不能，他们